今天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，陪女朋友最重要。项目事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她同意的。哎，小李你醒了，过来喝粥。又是粥啊，我今天不想喝粥。那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买。突然想吃大悦城那家蛋糕了，你去给我买好不好？但大悦城离我们这很远，而且马上迟到了，早上要开晨会。你不是说都听我的吗？这点要求都做不到。不管，我就是想吃嘛。师傅，你去给我买好不好？好好，我去给你买，你去上班吧，啊，你别迟到了。今天顾总监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？对哦，早上晨会也取消了，他以前不会这样的。小二，你这吃蛋糕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排了很久的队，来，你快尝尝。我突然不想吃了，先去工作了。不是，小孩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女朋友偶尔任性一下也不行吗？一个蛋糕而已，师傅你不会生气了吧？我没有。那我就先去忙了，你自己吃吧。这个地方以后再注意一下，到时候还得修改。进。怎么了，小孩？哦，你就回去吧，到时候晚点给你视频会议。师傅，陪我去看电影吧。我们昨天不刚看完电影吗？可是这部电影今天刚上映啊。周末好不好？我今天有点忙，行吗？可是我真的超级想看，就今天，就现在，立刻陪我去看嘛。要不过两天吧，我拿你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小二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是不陪你看电影，只是因为今天耽误太多事情了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我不生气，可以啊。我就知道想让你最好。只要进去帮我把这个皮筋捞起来，我就不生气了，怎么样？不是，小浩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无理取闹？这就演不下去了吗？你昨天不是演得很好吗？